小小咪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，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？对，我们来帮你复习一下 Bopper 吗？虽然你大概都已经会，可是你好像常常会把鸡跟西搞错，这所有的注音符号都在这里。Bopper 吗？发的特纳拉，你还记得怎么唱这首歌吗？哥可和鸡七夕，只吃十日子次死，一无余余啊哦哎哎哎啊嗯嗯哦，忘记了嗯嗯后面开始乱唱，已经不太记得怎么唱。它不是按照那个注音的顺序哦，它有自己的那个顺序，对不对？所以是 b a b， 对不对？两个可以组在一起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蜡笔。我们一人念一个，你是这个。鼻子，对，所以也可以把它拆解出来。你可以讲 “bo 以比 bo 阿爸 bo 以比 bo 安班”这样子拆解的方式去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阿爬山 ，po 阿爬，这个是妈妈 ，mo 阿妈，对，妈妈。然后这个是喇叭 ，bo 阿爸 ，le 阿拉，都是有阿在里面。最后一个。对的啊，打。下一个呢是 p 跟 o， 它好像是一个韵母配一个声母吧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是手帕 p 啊帕，跑步 p 熬跑，琵琶 p 一琵和 p 啊爬，爬是轻声。这个呢交给你念。对 p 熬婆婆婆，轻声的地方要轻一点。再来 o 的地方有。脖子 b o 脖，拨开 b o 拨，菠菜 b o 拨，薄薄 b o 拨，都是 b o 拨，但是不同的声调，意思完全不同哦。下一个是 m 配上 a 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眉毛。对 ，m a 眉 ，m 熬毛，帽子 m 熬帽。下一个，蚂蚁 m 阿麻，妹妹 m a 妹。凹的部分有老虎 l 凹老，猫咪 m 凹猫，蛋糕 g 凹糕，城堡 b 凹堡，都有凹。下一组呢是 f 配上 a， 它有一个一的那个音在后面哦 ，a 这样子。第一个怎么念呢？衣服。对，衣服 f 无服，吃饭 f 按饭。下一个看得出来是什么？皮肤对 ，f 乌肤，头发 ，f 阿发，飞机 ，f a 飞，有 f a 也有 a， 有两个组在一起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咖啡。咖啡杯 ，f a 杯 ，b a 杯都有 a。飞盘 ，f a 飞，贝壳 ，b a 贝。再来的组合是的配上 i， 第一个是什么？笛子的一笛，大海的啊大，搭车的啊搭，弟弟的一弟。这个呢 ，i 结尾的词怎么念呢？第一个，袋鼠。对，袋鼠的爱袋，奶奶呢矮奶。兔子。不是兔子，你看一下，对，白兔不矮白，跟最后一个盖子哥矮盖，这里面都有 i 哦。下一组是 t 搭配上 o。呜、哦，有一个呜的音在后面哦。特爱太太阳，特熬桃桃子，所以也可以先拼读它，再把它最后的读音说出来。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来念这个。那这个是什么？ Okay. 对，特一梯，对不对？楼梯，地毯，特安毯。哦，这里有好吃的豆腐，的哦豆，拍手。是偶手，那这个怎么念？你最喜欢带这个？斗笠。斗笠的偶斗是三声哦。好、哦，楼房了偶楼。对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带斗笠啊？你想要去农家工作，是不是？去当农夫？那个？那个啊？《功夫熊猫》里面有带斗笠，所以你就爱，是不是？下一组是呢跟安呢矮奶。下一个这是奶粉，对，奶粉。那这是什么？泥土。对，呢以泥泥土，
呢男男男生，呢鱼女女生，还有这是什么？水。这个、欸、哪里有水？盘子对，泼盘盘，木炭特暗炭，鸡蛋的暗蛋，海滩特暗滩。我想带他去海滩。我也好想带你去海滩哦，应该很好玩。再来下一组是了跟昂了昂的组合哦。第一个是你喜欢吃的什么？梨子。了一梨，对。第二个呢？了安兰篮子。第三个了一梨狐狸。第四个了敖老老鼠。那昂这边有什么呢？你去海边就会看到这个海浪了昂浪，昂昂昂，很像海星的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浪大浪卷来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跑到岸上去。方糖。乐昂方跟特昂糖都有昂，走廊，乐昂狼，然后野狼也是狼，你会发现这两个音读一模一样哦，都是乐昂狼，而且都是二声，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字，要注意要去认识。你看这野狼的眼睛好可怕、哦，他很那个眼睛很有神的感觉，感觉像在盯着你看。下一组是歌跟歌，歌歌歌，唱歌，歌歌歌。白狗割藕狗，牙膏割凹膏，甘蔗割安肝。然后呢，这鹅里面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得出来吗？蝌蚪，对，蝌蚵蝌。垃圾车，乐二乐丝二色，还有车车都有鹅哎。你知道台湾的垃圾车是什么音乐吗？我记得还是给爱丽丝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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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猫咪常常弹的那首歌。再来是盒子，盒盒，鸽子，鸽鸽，对，记得它这种塑胶盒，里面可以放玩具。不是的，是那个我们做过那本书啊。哪一本？就是那个数学的。哦，还有，对，它里面有这样的盒子。再来是科跟恩的组合，科恩坑。第一个，哎呀，肚子好饿哦，要吃什么？烤肉。对，科熬烤烤肉。然后你最喜欢做什么？看书，科案看，还有呢？科阿卡，可乐，科尔可。然后 N 的部分有客人，日恩人，打针，知恩针，大门，闷恩门，还有最后一个交给你喽。对，粉粉恩粉粉笔。下一组是喝跟翁的组合，喝猴猴猴子，喝鹅喝喝茶。喝鹅和河马跟什么东西啊？海鸥，喝矮海海鸥。那你去倒一点水啊！你知道我特别强调一下鸥这最后一个乌的音哦，鸥吼。然后翁的地方呢，很多人都发不标准，要有鼻音翁。你有没有觉得鼻子在震动啊？支昂帐帐篷，喝翁篷，对不对？冷气机了昂冷，哎，捏肚鼻子有效吗？蜜蜂 ，fong 蜂，风筝 ，fong 蜂，之恩筝，风筝。再来是鸡跟一的组合，这个你好像应该好好看一看，你常年忘记它是鸡耶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鸡橘。鸡木。这个橘子怎么看起来好像坏掉了？这么黑。鸡鱼橘橘子，机遇锯锯子，锯子是什么？专门用来切木头啊。机器人。机一机机器人。我今天做了一个机器人。你今天做了一个机器人。一的部分有母鸡、鸡鸡、医生、皮带、泼一皮，还有李子、勒一李。下一组是七，搭配上鱼。旗子七一旗，汽车七一汽，骑木马七一骑，七支笔七一七，都是七一一的这个组合、欸、然后它不同的声调发出来就不一样，七旗，然后还有三声旗，最后是四声气。对，鱼的部分有什么？鱼缸。对，还有呢？对，你看它其实这个东西在语言系统里面叫通声，也就是你两个三声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读二声哦。驴子乐于离，还有呢，举手居鸡与举举手。下一组是西跟耶，他们两个好像不会直接组合在一起，西一耶些，中间要加一个介音才行。胡须西须，不是胡子哦，是胡须哦。你回台湾就会看到一家连锁餐厅叫胡须章，就是那个图像上面有很多胡须，那个人，
胡须。下一个是洗衣机，洗一洗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洗干。洗一洗，洗干，吸尘器都是洗一洗，但字不同。爷爷。爷有话，爷爷。椰子。椰子。树叶还有椰蛋树，都是一跟椰的组合。树叶啊。我数叶，我没有数叶哦。下一组是枝跟乌，枝乌猪，那不就在讲你吗？猪，母猪，枝乌猪，你是小猪啦，你不是母猪。再来是，我是母猪吗？可是我好瘦哎，不太像猪。再来是枝乌竹蜡烛，枝蛾折折纸，你喜不喜欢折纸啊？喜欢呐、啊。好啊，那我们接下来折。还有你会不会怕蜘蛛？好吧，太大声了，好可怕。舞的话有第一个你最喜欢的芭蕾舞，对，舞跳舞的舞。瀑布 ，pu pu 我没有看过瀑布，我超想看、哦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带你去看啊。然后树木 ，shu 木，蘑菇 ，gu。下一组是不是母婴？不能说母婴，那个声母配那个韵母的，这两个都是什么？这两个都是声母啊。这个也是书包，对呀、啊，很熟悉呀、啊。就是这前面这个脸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些小小人偶啊，这些陪我们一起学注音的人。下面呢有什么？牙齿、叉子、叉叉、汤匙，然后蝉，这个字要念蝉蛾吗？要这样念吗？蝉蛾。蝉蛾。应该不是这样念，应该是蝉儿。蝉儿就是把那个儿的音贴在最后面就好了。吃安蝉，再来是诗，诗乌书书包，玉鼠鼠，玉鼠鼠就是玉米啊。狮子，还有老师都有诗在里面。诗长得像什么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教你学诗的时候，人家说它长得像一个水瓢，对不对？那个勺子，诗熬勺，勺子。再来是日配上滋的组合。日历，猪肉，肉肉，热狗，热热，还有热带鱼。紫的部分有什么？梳子，轻声哦，紫色。我最爱的。对，你最爱的颜色。还有早操跟祖父，祖父是谁啊？祖父就是 grandpa 爷爷。对，再来呢是吃跟吃的。一组对不对？吃跟吃差别在哪里？你把手手放在嘴巴前面吃，你在念吃的时候呢，会有很多很多大量的那个空气跑出去嘴巴里面。那你念撕的时候呢，会有空气从嘴巴里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跑出来，撕速那个速度会慢一点。所以草吃好草，草地白菜吃爱菜，彩色笔吃爱彩，苍蝇。吃昂苍苍蝇，然后司的部分有司机，这应该是公车司机或是游览车司机。赛车司爱赛，扫地司扫扫，蚕丝蚕丝，什么是蚕丝？蚕丝就是一种怎么讲，一种原料吧，对不对？它是由蚕吐出来的丝线所组合成的。哦，就是布料嘛。哎，算是之后可以做成布料，应该是吧。最后一个是木耳，二十元，还有鱼耳跟儿子，这个耳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。二十元，我好想要二十元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给你，不是随随便就可以给你钱的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努力用功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介绍所有的声符跟韵母了，韵符对不对？刚刚那首歌我们可以唱一次吗？啵啵啵啵哒哒啦啦，哥可和鸡七夕，支持是日子次次，一五鱼鱼啊哦哦哎，哎哎嗷哦安恩昂翁儿，有没有很吵？真的很吵，快崩溃了。然后最后这边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做，你好吵哦，我们就在这边跟他。我耳朵快要聋掉，你在我耳边呐喊。好啦，就讲到这里，The end。